好，这是草衙道。Checking。华园草衙馆，高雄。哎呀，儿童游戏室现在不能开放，好可惜哦。没关系，这附近有一个蛮大的 shopping mall。好吃吗？爆米花？哇，一来就有送爆米花嘞。好啊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儿童游乐室。这应该可以拿下来玩吧？这可以拿，这应该是玩具，应该是吧？看一下，可是，哎呦，看起来又好像不像玩具。哎，不是，这不能拿哎，抱歉，难怪就这样子。好像儿童玩具会颜色比较缤纷一点。不行，可是至少有画画的啊，这边有画画的啊，这可以画画。来看一下，这边有哦，这是四人房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两个小朋友就可以睡这边了。啊，房间没有吸收入。我们等一下看外面。看看厕所。本兽。啊，没有浴缸。好 ，OK。这个样子。啊，至少贴一些可爱的鱼了。然后这厕所。疫情期间没有早餐buffet。那看看早餐是什么。水果，然后你可以自己选饮料。我选的是果汁哦。哦，果汁是这一个。哦，那感觉选牛奶比较好啊。阿萨姆奶茶。然后这是什么芝拿面包吧？还有一个。哦，没有卫生纸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高雄华园朝阳馆，哇，这个也转太快了吧！赛车房型，哦，有没有听懂？这边有一个车子，哇，赛车椅，好舒服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工作，它算是两室吧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个算是小客厅吧，小客厅，然后。两间厕所，啊，厕所这边没有浴缸，不过还好啦，小朋友也大了。一个大床，一个小床，还不错。然后又是一个电视，奖杯，华园大饭店，草衙馆，噔噔。赛车房型。哇，你要送不送他？那我们送他皮皮拉的好不好？这的皮皮拉，送给你。他没有被你骗哦。那要贴爸爸的包包上吗？
为什么要来高雄玩汤姆熊呢？不过台北市现在目前游艺区还没开啦，像美丽华那些店都还没开，这边有开。你要玩这个？等妈妈换钱。哇，换多少钱？哦，满500送100，其实没有送很多哎。哎呀，顶呱呱呀！我好想吃呱呱包、哦。哇，骗钱的捕鱼游戏呀！捞那个发电的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哇，黄金鱼要投钱了是不是？哇，好多黄金鱼哦！哇，爸爸的钱啊，爸爸的钱啊！哇，一个5块钱啊！爸爸的钱啊，一直被你这样子玩。啊？你还要玩这个吗？你要不要玩投球这个？刚刚有人投2个，有没有？2-1-3，再投一个就好。你要不要玩保龄球？对吧？这个。你还要玩这个是不是？来，4个，20块。好，接关。哦，发射，发射。射恐龙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有点难呢。好，准备走喽。那我们来吧。啊。这里是华园，哎，不对哦，大鲁阁的那个购物中心里面的爱乐园，3楼，美食街的。好玩吗？这边蛮大间的，
你在买菜啊？哇，好大间哦！